大家好，我是小凯，今天要跟大家上课的这个礼拜主题，咱嘛接着看的到这里就是失，失都无意思，像咱讲失的、失望、失业、失欲、失志、失乱，另外嘛有无够的意思，不足的意思，像咱讲失眠、失敬、失迷，另外佫有错误的意思，像失手、失言、失误、失错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，头一个就是失眠，这个意思就是讲暗时我都自然困去，麦当讲无眠。 第二个词，视觉差，这个意思就是讲，一时无注意，一个无细腻，有失误，有差错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作伙。譬如讲，伊甲朋友食暗，伤过头欢喜，一时视觉差，煞啉咖啡，引起到半暝失眠困袂去，实在话要落实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是提供予大家参考。